喂，我不是让你发信息吗？我已经在你们学校门口了，我想现在应该是午休，你应该可以接电话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哪个学校？猜的而已。一般打工的学生都会选择一个离自己学校比较近的地方。哼，那你万一猜错了呢？也许吧。不过我想，我应该没猜错。走吧，吃饭去。哎，你看那男的好帅啊！哎，是啊，怎么能看上他呢？品味也不行啊。当当当当，我们的食堂到了。我们食堂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，上下两层可以同时容纳1000人就餐，在这附近没有比它更大更宏伟的餐厅了，所以就请你吃它了。好。我们学校的麻辣烫汤都是可以喝的，这个档口的面点应有尽有，拉面、烩面、刀削面、饺子、馄饨、葱油饼，这儿呢有麻辣香锅，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，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他们家还有巴西烤肉和科尔奇烤肉，这有各式精美小菜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健康。你看，英式炸鱼排，日式寿司卷。如果你有饭后吃甜点的习惯的话，这儿有非常新鲜的水果、酸奶，还有广式茶点。哦，对了，那儿还有免费的汤，无限续杯哦。果然是菜肴风味，南北汇集，东西合璧啊。应有尽有，中餐、西餐，样样俱全，而且还有各种烧烤、各种汤品由你选择，只要你想吃的，那儿都有。还真是什么汤品都有啊，就餐环境也很温馨。你不介意啊？我为什么要介意啊？那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你就点吧，我都可以。行，那你去找地方坐吧，我来点。好。很久没有在食堂吃饭了，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。谢谢，程志远。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有事儿吗？没事就不能找你啊？没事儿有什么好找的？今天食堂里和你吃饭的男人是谁？不会是新男友吧？我们才刚分手，你的速度可不要太吓人。我是你男朋友时约你那么费劲，这不是你男朋友怎么说一起吃饭就一起吃饭了？要不我们明天也一起出去玩玩？不行。和别人吃饭行，和我见面就不行？你好歹给我留点面子，在我没有交女朋友之前，你也别交新男朋友。凭什么？就凭你先说的喜欢我。哎，我说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饱啊？你放了罗总的鸽子说去吃饭，现在跟我说你没吃饱。那个小朋友只买了一人份吗？小朋友？别装了，老李都跟我说了。哎，我也不怪你啊，饿着呢。还是你了解我的口味啊。哎，这个不是给你吃的啊，别自作多情。走，放给我。哎，我说，你这不是给我的，你给谁的？那你别管了，反正不是给你买的，而且我就买了一人份，没你的份儿。
哎，我说乔宇，你这就不对了吧？啊？啊？你说你给某人啊送夜宵，你还只买个一人份，不买两人份的，你说你活该单身吗？那你别管，自己饿着。怎么了？良心发现啊，要给我留一点。你不太对劲儿。我饿得不太对劲儿啊。行了，一会儿给你订一份。谢了。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？这次保研的机会非常难得啊，系里的很多同学都在申请，可是只有你的成绩和条件是最合适的。我现在已经准备找工作了。啊，那真太可惜了。谢谢王老师。倩倩，这有人吗？小陈还没来，他好像今天下午要去打工吧。哎呀，今天老师画考试重点，你看看都没有好位置了，我就坐这儿吧。哎，凑什么热闹？给别人留的座。那个位置坏了，这有人吗？坐这儿。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坐一块儿？你们都分手了，坐一块儿不尴尬？分手了有什么尴尬的？就是因为分手了，我们现在才跟普通朋友一样，有什么尴尬的？除非你心里有鬼，还是怎么，只能坐这儿了？老师来了，快坐下。怎么不坐最后一排去？你猜。今天人坐的这么满，我还有点不习惯。好吧，为了留住难得一来的同学，先上一小时的课。第二节课我会专门为大家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划重点。哎，咱们待会儿去不去老猴子？我不想离那钱串子那么近啊，看情况吧。嗯，困。你真不记得为什么坐这儿？沈侯复合了？哎，你说我该怎么回复呢？还是说你不舍得？无聊。
这些就是我们这次的考试重点，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复习。都快毕业了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最后因为我这门课通不过而拿不到毕业证书。好，知道了。在这里我先预祝大家考试顺利。谢谢老师。下课。走，跟上去，快跑！麻去啊？有情况，你不说看情况去吗？这就是情况，走！这什么情况？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哎，快！杨小山，等一下，我有事儿问你。听说你拒绝保研了？啊？怎么了？那你是打算找工作了？哎，如果你真的打算找工作的话，我劝你啊，现在少打点工，因为从现在开始，各大公司的招聘会都陆陆续续来到学校，为了考虑到学生早上都在上课，所以呢，有的招聘会会安排在晚上。就知道你没想到，啊，这是公司招聘会的时间、地点，还有公司名称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提出分手来也是你，现在做这些也是你，什么意思？你猜。我不想猜。哎，我呢，就是想挖个坑给你跳，让你心甘情愿的和我和好。你开玩笑呢？我是认真的。你想开玩笑的时候就开玩笑，想认真的时候就认真，你把感情当儿戏啊？我儿戏？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什么事儿都依着你，什么都是配合你，你看什么看？还有那天那个男的，你对他那么和颜悦色，还有跟那个教英文的老外那么的满面笑容，还有你们老板那么的言听计从，你对我呢？对我为什么就那么倔强呢？你管得着吗？你是我老板啊，谁跟我资源置换我就跟谁满面笑容，谁是我老板我就对谁和颜悦色。行，那从现在开始，你把我当成你的老板，你什么事都听我的，价格你随便开。随我开是吧？我打我想打的工呢，一个小时20；打我不想打的工呢，一个小时200。200就200，一个月的话，3万吧。那我现在命令你，不许跟什么破人都吃饭，还有，不许提前跟别人好了。成交。你不就是爱面子吗？行。钱到位了，我就陪你演这出挽回面子的复合大戏。成交。但是，我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。拜拜。他可说错了，3万。这个冤大头，大哥你疯了？3万，你给他，你有病啊？就是，我请我们吃饭多好。傻子才不答应。不是，你怎么想的？啊？魏鹏，魏鹏，你疯了！有什么事情过不去了，你要自杀？你有没有想过你家里人的感受？我要是你遇到点事儿，我早就自杀几千遍了。大姐，你干嘛呀？所以你拍这些照片就是为了吓唬一渣男，没想到先吓到你了，对不起啊。天哪，跟哪儿学的这一套？你学吗？我教你啊。你有病啊！跟你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谢谢。不过我这个人要真说有什么烦恼的话，也就剩下考研了。万一我要真考不上的话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不像那些家里有钱有关系的孩子，毕了业什么都不用愁。杨小晨，嗯，我问你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。啊。你相信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吗？丑小鸭变白天鹅，那是因为他父母本来就是白天鹅，需要变吗？还有，
有些人他表面上看着风光无限的，人家其实背地里也是顺风顺水的。所以咱们在遇到一个接一个难关的时候，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，拼搏拼搏再拼搏，知道吗？嗯嗯，我给你个东西啊，这给你。什么呀？拿来看看。你做的考研重点？对。我记得上回刘新辉出200块钱问你有没有考研宝典的时候，你说没有，那会儿没有，现在有了呀。谢谢大山人。我照旧，你看看你要喝什么。来一瓶蓝方吧。好。一瓶你喝得完吗？哦，喝不完可以存起来的。那就存吧，反正你总来，对吧？对，还可以办个会员卡，下次来消费呢还可以有优惠，还有小吃可以送。嗯，好，上酒吧。稍等。喂，一瓶蓝方，一张会员表。这么厉害啊，又点蓝方又办会员的，你这个月的奖金啊一定会翻番。笔给我。对了，你有男朋友没？问这个干嘛？要是没有啊就别着急，要慢慢挑，一定要挑自己了，现在这天下好男人贼少。我觉得他对你挺不错的。这酒是他朋友点的，不是他点的。冰块。你呀、啊，要相信我这双眼睛，我看过不少人，准没错。这会员表您填一下电话号码，然后签个字就可以了，请稍等。这是会员福利。谢谢。二位慢用。来啊，看什么看？这个就是上次没让你吃饱的那个小朋友吧？喝你酒。美女，借点零花钱花花呗。我还真没有零花钱。我有支付宝，你转给我。我不用支付宝。那余额宝呢？那是什么呀？少啰嗦，把你手机给我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打烊了。怎么没事？我找人。找谁啊？杨小晨。啊，他刚走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他什么人啊？男朋友。后门。谢谢啊。快点。大哥，我真没有。小丫头片子，我去！啊，小丫头，你给我！啊！饶命！别打了！小丫头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
我帮你，我帮你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喂，幺幺零吗？严小晨，我刚才救了你，你不应该说声谢谢吗？你要不出现，我一样能搞定。哦，这么厉害啊你！要喷你试试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什么？拿着，这是你的工作服。从现在开始呢，我就是你的老板。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得做什么；不让你做什么，就不能做什么。总之，你什么都得听我。那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 做我女朋友。拜。上午10点半，我在学校湖边等你。迟到1分钟，罚款100。记得把工作服穿上。 老板可以松手了吗？手心全是汗。华东校园公益社团将携手盛会爱心，可以具体了解一下。都借你好看一下吧，谢谢。哎，一会儿你干嘛去？工作时间结束当然是私人时间喽，你管我呢？那只要在学校的话，都应该算工作时间吧？我要去招聘会。那你就这样去。 啊，不然呢？至少装一个正装吧。你不知道，做金融那些人都看人下菜碟。你，我有实力，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是看中你的着装打扮的。拜，我走啦。哼，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我有实力，我看看你的实力。 小陈，没人要你吧？
你都不知道要穿件正装来吗？你知道哪儿能买得着又便宜看又上档次的正装？上档次的话就去商场买啊，便宜又上档次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谢谢，请大家喝可乐了。哇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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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法院的周成还对你死缠烂打呢。可乐堵不住你的嘴是不是？阿楼啊，哎，雨辰，车明天给我用一下。你要干嘛？给我。秘密。嘿，不是，我有话还没说完呢。嗯。法学院那周成还记着吗？就死缠烂打那个，男扮女装进女生宿舍那个，跟我有关系吗？我想告诉你，死缠烂打没有好结果，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哎，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啊！再说了，穿女装那怎么可能？别开玩笑了，我走了啊！我想跟你说，离那严小晨远点儿。你就消停会吧啊！严小晨是泼了你可乐，但那天你嘴也挺欠的，你就别找麻烦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严小晨现在就是把猴子给拿住了。咱必须想办法把猴子把那3万块钱要回来。哎，同学，你是金融系的吗？啊，不是。你是金融系的吗？不是。吴倩倩也不接电话，哎，我去过了，真的没事儿，嗯，你别担心了，拜拜。都不接电话，你怎么不看着点啊？你没事吧？问你话呢。不好意思啊。你金融系的，那你认识严小晨吗？认识啊。那你认不认识我？不认识啊。赵宇环，国际贸易系最帅的那个。不是你们金融系的，真是学习都学傻。不是你告诉我，严小晨住哪个宿舍行吗？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。我不进去，你就告诉我他住哪个宿舍就完了。二楼把角那间，顺水管可以上去。你确定？嗯。怎么了？你不敢爬呀？你等着。加油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都说了带你逛街呀。这儿的东西你觉得哪个我消费得起？这样，我做你的导购，保证我们帮你选到又便宜又好看的东西。你知道我要买什么吗？肯定能帮你选到最合适的。欢迎光临。哦，我们随便看看。嗯，好。来，小姐，看看这个，喜欢吗？哎，你来看看这个。先生眼光真好啊！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太贵了。你赚了我3万，还差这2000吗？哎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试试，我们全场3折。全场3折？你就试试嘛。那我就试这一套吧。好的。
这边请。真好看。好看呢。裤衩也合适。哎，再去挑两套。好。哎，你这套衣服也挺好看的，多少钱啊？599。这么便宜啊？他们店全场三折。全场三折？这不，是，全场三折，太好啊！哎，这衣服好看的，真的好看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上次看那家店，全场三折。小姐，这两套你喜欢哪件？我就要这一套吧。啊，这套三折是599。刷卡。哎，今天这么便宜，你不多买几件呀？谢谢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快过来过来！我跟你说，这全场三折，你们赶紧那个你喜欢的。欢迎光临。我们再逛逛。今天可以下班了吧？我帮你省了那么多钱，还帮你选对了衣服。再怎么着，我也是你老板和恩人啊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嗯，至少请我吃顿好吃的吧。你想吃什么？怎么着也得是海陆空大餐吧。好。喂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不管亏多少钱都算我头上啊，我先挂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海陆空大餐啊？小鸡是地上跑的，海鲜是海里游的，矿泉水天上来的，海陆空。你真的是为了省钱无所不用其极啊！这么昧着良心的话你也说得出来？嗯，闻上去真香，味道应该也不错。你不吃吗？既然是请我吃的，我不吃岂不是亏大了？这也是我的。这都是我的。好，都是你的，吃吧。哇，浓汤海鲜面。哇。来，香菇炖鸡面。我听说你要出国啊？怎么？你舍不得我走？你有你的选择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所以，不管我走不走，你都没感觉，那你又何必问我呢？我就是觉得，损失了一次赚钱的机会比较可惜。我再去拿瓶矿泉水。我也在喝一瓶。看什么看？钱包挺长的。
那我就让你再看清楚一点。嗯。不仅可以看，还可以摸。平时不爱笑，这样看还挺好看。你为什么不爱笑？因为没什么可笑的呀。怎么会？你肯定是还没有遇到让你开心的事儿。嗯。你听过一句话吗？上帝不给你你想要的，不是因为你值得更好的。而是因为你根本就不配。谁说的？我现在就带你找回笑容。哎，那面还没吃完呢。